本场比赛的解说，我旁边的苏东苏指导是我们的特邀嘉宾。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拜仁慕尼黑和西汉姆联队。由拜仁慕尼黑先开球，主裁判一声哨响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马塞尔萨比策做得不错，这场比赛的关注度非常之高，不仅场内是座无虚席，在入场的时候呢，我也看到啊，有很多球迷没有买到球票啊，哎，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到啊？在比赛开始之前啊，已经有赛事工作人员在金彭杯进了，他们取得了领先。很轻松的进球啊，就那么一下就进了。从目前的比分来看，拜仁占据了上风。把球交给边路的队友，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。西汉姆联拿到了球，现在拿球的是克罗斯，队友已经支援上来了，推射球进了，一个人对抗整条防线，这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完美体现。现在让我们来从不同角度来重新欣赏一下这个球。阿尔林哈兰德、维尔纳、格雷茨卡，拜仁进攻有力，裁判示意比赛继续，裁判手下留情了。没错，以他之前的表现，换作其他裁判可能早很进来可以打门了。唐纳鲁马将对手的攻门轻松化解了，好球传得不错，距离很近，机会头球破门，漂亮。从慢镜头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这个球无论是对落点的控制还是攻门的角度，它的处理都是无可挑剔。本纳布里、格雷茨卡、马塞尔萨比策往边路转移，阿尔林哈兰德干净利落的把球断走了。半场战罢，目前领先的是西汉姆。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，目前还是西汉姆联队暂时领先，一起来期待双方在下半场的表现。他们熟练的倒脚真是精彩啊，机会来了，精准破门，完美的进球。又被进球了，这球门将要负很大的责任啊。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精彩的进球。马塞尔萨比策、阿尔林哈兰德、格雷茨卡，西汉姆联得到了球权。五月欧文拿球，有机会射门，质量不高。
雷茨卡，金彭贝，莱昂格雷茨卡，格纳布里正在拿球，等待队友的跑位和拉扯，回传队友，好机会，救命的铲球啊！看看怎么组织进攻。拜仁前场创造机会，皮球出界了，这应该是球门球。莱昂格雷茨卡，欧文拿球，克洛斯可以起脚了。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破门得分了，对方对他也是无能为力。门将今天完全不在状态啊，这一个的丢球分差拉到这么大了。萨比策，维尔纳，格纳布里，马塞尔萨比策，格纳布里，现在轮到他们进攻了。近距离面对大门，单独面对门将，非常好的机会啊！他没能把握这次单刀复位的机会，你看把球打丢之后，他自己也非常沮丧。萨比策，莱昂格雷茨卡，比赛结束了，客队反客为主赢得了比赛的胜利。